夜长沙，我来为你讲述美好的夜晚。为什么我会胡言乱语呢？大秦，因为有点累了，因为他已经不行了。然后那几天在长沙太开心了，我们在为了初恋那些小事，然后做了一些宣传的工作，所以呢，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初恋那些小事，关注长沙夜色这档节目。我扯一点。然后我是主持人林开拓，他是主持人王玉田。OK， 拜拜。